1736年的时间，林桂山、林凤山两兄弟嘛，听李光的吴禄存带16乡24伙房的人来俺的弥龙开垦。20年后的俺的客家人都在云南路的松庄的，归到俺的东门来。战争的时期，日本人跟俺的东门楼都炸下来，都重新改革上楼。1943年，日本人撤出以后，俺们都跟日本人做个样式上楼的俺的东门楼嘛吼，俺们都跟进来做过跟俺们可能阿种样式的东门。东门楼双坡的四十台式吼。大气文明哈，以前俺们弥龙有一个王祥元先生嘛哈，考到进士，一过来弥龙的时间，都听俺们东门楼双拜写一四十台诗。最特别的、最莫相同的图，你们大家看，大气文明两边身后的福顿双拜一堆堆的，一多的填双拜，可是两多下拜，也多的填下拜两多双拜门楼弥龙。好，都有意思哦。